但是他说车子在那边办理，哎。有吃饭课，你都要跟吵架，跟老婆吵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真是啊。对。被小三骂。刚开始呢，刚开始做塑胶车主，我什么都会喊。啊，然后那个加工厂的那个模具给我，啊，那个模具是很差的模具，测出来都是那个万一的。啊，你要怎么做？那啊，他因为他不相信我会做啊。都拿那个旧模具给我，啊，旧模具就做出来都是那个比较差的东西嘛，产品都不漂亮。然后我就想办法把它整个都模具整修一下。啊，刚开始我做的时候，我那个爸爸，他说我不会，给他拿起那个模具很贵。啊，他我就边做他边一直骂一直骂，做到后来他不骂，因为我做起来都很好。他最近都说哦，我那个儿子很会做，还做得很漂亮。刚开始是一天到晚都在骂我，他说我在做塑胶的时候，我老爸一看到我就骂，那要把那个模具给人家拆下来，那很贵，我说做出来都那么巴力啊，啊怎么加都不行啊，所以我就当初就自己修理，然后你知道那个现在有那个塑胶机器手吗？刚开始的塑胶机器手很少人在用，大家都不会用。我可以说是我第一个用，我跟加工厂那跟加工厂他说，我就跟他讲说、啊、这个可以用机器手背去做啊，他跟我讲说可以用机器手背的话，我就不用每一台请一个人在做了，啊你要刚开始你怎么会做，你比较厉害了，我就不用请那么多人，结果哈、哦、我去装机器手，他来给我偷看，回去给我相见，后来他全部都加机器手，这是因为我碰到困难我去解决的地方，啊，目前呢，他那家公司赚了很多钱，他、啊、刚开始他禁止我到他家工厂里面去，从那时候我不能踏进到他工厂里面去，他怕我写啊，其实哦，其实是不是他怕我写，是他损失很大，因为刚开始哦，我假如不是那么碰碰哦，让他看哦，他今天没有办法这么大，啊。啊，我当时我是一种感恩的心，是因为他让我做这种工作，所以我目前呢，我没有在过他的工作，我不是在做同行行业，我还是转型到别的行业，但是我很幸运，我一转就这个行业啊，曾经有一个教授哈、啊，他是做18年的柔道社助，他整天都找我吃饭，哎，陈先生你有空我这个方干嘛吃哦？知道你要做什么？啊、哦，那因为那家公司要上柜，还请一个柔道设施做18年的来研究，他每天在设上那个尼龙加签的话，他都设不出来，啊，他都想尽办法接近你，请我吃饭，啊，后来我呢，我又跟他讲了，好像讲这么简单，对了，当然简单，我说你理论上你18年，你这整天的一个试片在那试，我是成品在设出。不一样、哦、我们要用点头脑去了解这种东西它的流程是怎么样、所以在目前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种那种一点我们那个塑胶中心、啊、我虽然工厂不太大，但是我的技术我可以在这里谈的很多，那个塑胶中心、啊、大部分都是博士的，他们都是 post pro 的，很 pro， 第二大 pro， 啊。是塑胶设施吗？什么塑胶中心啊？塑胶中心就专门在研究这种塑胶射出的难题啊。我曾经拿过2样的产品给他们，没有一个人会做。曾经我拿到日本去，日本人都不当过外。我今天没带的，可是你不懂。看没呀，看来不知道。好的。我问，刘先生，你这么忙，为什么
么还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当义工？这个当义工哈，当义工实在太多了，每个礼拜都在当义工。工作之余哈，也要休闲。当义工也是一种快乐哈。我常讲说，我来比如说一个有一次是脊髓损伤的，坐轮椅。当义工的好处呢，因为有一次去看那个台北的画展，好像外面排了很多人啊，排得很长很长。但是我们上次是县府邀请那个脊髓人去，我们去当义工，很好处。我们一去马上进去啊，结果一个大队人还在外面排，你看当义工好处多嘛。我们的推轮椅就是走那个无障碍空伸进去嘛，又不用买票要半价，可是还不用买票。但是这个礼拜我到台东去，我是坐脊髓义工去的哈。现在台东三天的一个运动会，去人家都招待我。其实我是当义工，但是你得到的回报是比你想象中的还好。坐车免费，吃住又免费，难道去那边你推了轮椅，人家都想给你先给你走？所以它是有很多好处的啦。自己时间哈，就要自己去挪出来。其实目前我是太多是义工太多了哈，打算明年要减少一点。本来谁家当那个铜碗，负责我把它洗掉哈，希望明年能再来的。好，来最后一题。两个，一共两个哈。从事这项行业前有做别的行业吗？有啊，从塑胶行业我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哈，我一直在梦想我自己能坐车子，所以我毕业我就去当那个汽车学徒了。到目前我还是很喜欢车子。我还是能自己打造一辆车子，真的，这是我的一个，但是没有办法来达成啊。希望以后一天呢，我真的有点计划哈。还有那个铸造业，因为当时虽然理想很大哈，可是哈，碍于环境家庭环境的关系哈，我后来就去做那个环刷，你们知道环刷吗？做制造业的，就是铸铁。当时的工作它比较好，那个比较危险又很辛苦的工作哈，然后把那个砂锰做起来，然后把那个熔那个铁熔到1000多度，然后呢倒进砂锰里面成型。那我常常这个脚受伤，不是脚受伤，就是手受伤，都被烫伤了，所以虽然钱很好赚，但是做饭店休两天了常常在休息，整天都是那黑麻麻的，身体都是沙，就是然后就是做，再来就是做那个塑胶了哈，还有当过那个我们那个易开罐那个铁罐哈，铁罐子也是当过铁罐子的工人，到这个塑胶来固定一下，做的最久也20几年哈。后来对这种塑胶慢慢就是从没不懂到懂，现在可以说是90%很懂，不是很还有因为还有新的产品，我目前还碰到一种困难就是有一支原料很贵，但是它这次还有点瑕疵，我现在还在问。包括昨天来去请教人家怎么做，就是碰到困难去问，才能解决问题。这个小时候因为想车制造车子，这种成本太高，目前还在想，有一天真的能实现一台梦幻的。超哥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钟主厨，我们再次以最大的掌声欢迎。